没事吧？我在，别怕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哦，没事吧？你将来一定会是一个好爸爸。怎么着，想做孩子他妈呀？ 其实，我觉得卖包的事情就是个误会，你不要太折磨自己。我尝试过很多种方法，但还是不经意的会想起他。小峰，嗯，你说我对他做了这么过分的事，他应该不会再原谅我了吧？ 林迪不是那种人，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一起解决问题，而不是逃避。你说的对，喜欢就要去争取，然后好好珍惜。你还说我，咱俩差不多，好吧？ 我都被我自己说服了。好，我一会儿就去找苏慕雨，一起面对问题，然后给你做个好榜样。为你的勇气，干杯！ 干杯！你何必这么辛苦呢？我可以让我舅舅重新考虑投资你的项目。 是不是吃醋了？吃什么醋啊，先生？你哪位？我们认识吗？我最近设计升级，教授非要把它塞进来。我看你们相处的挺好的呀。不是啊，是他自己凑过来的。那他凑过来，你不会躲开啊？我已经拒绝他了，我还告诉他，机器人是我准备什么？ 准备，说谎都不会，渣男。机器人说准备求婚的吗？ 你别忘了，是谁害死了你父母？你是谁？
没事吧？我在，别怕。你怎么来了？手环报警了，你还好吗？有没有不舒服？我没事，我就是做噩梦而已。最近因为项目的问题，忽略了你的感受，对不起。是我太患得患失了，我应该给你足够的信任。包括我爸妈的事情，你没有做错任何事，我们要一起面对。我不想再逃避下去了，我们要一起找真相，好吗？卓氏倒闭跟欧阳集团肯定有关系。当时情况紧急，我没把合同拍全，我去找的时候合同已经不见了。这份合同我在欧阳清雪手里见过。他是不是威胁你了？除了你，谁还威胁得了我？喂，教授。好，我马上回来。我回实验室一趟，回来见。嗯。昨晚给我发信息的人是你吧？想知道的话，就马上来我家，一个人，你不会后悔的。欧阳清雪要单独见我。如果我没安全回来，去欧阳家找我。教授，时间真的很紧了，如果这次测试再失败的话，那就真的来不及参赛了。我会负责到底的，加油。